阿宏中央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四经八功，心平理；七情六欲，七品情。等过完善全国法，医德良心，天地阿宏健康万能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连杰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我李老师阿宏现困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药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，巴肚今仔日最有毒，心情未轻松。维生素的朋友来，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小交换。人讲见一事长一智，先生贤士自然福。无少气人互相研究、互相探讨，在临床上的这个参考，更加注意先进动作，多加批评指教，感谢努力。各位亲爱阿宏健康万谈，阿良切网友观众，大家红红快乐，大家好！真欢喜又搁加加咱这个阿宏健康万谈这个节目。咱这个节目是伫个阿宏中央电台每间拜九拜五，下晡时四点开始到六点。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，加咱网友。共同来关心咱身体健康问题。当然，咱节目中有在介绍中医伊的这个医学基础理论、中药学、方剂学、临床学，以及中药、草药、临床验方等。啊，咱有在咱本节目啊，第一个大家。这个动刀先进，啊，大家来共同研究。后来，咱今日就来讲，这个病在中医也这个看法，大家以这个论述，哈。那么《内经》有伫个讲，阳气者，敢那天甲日啊，失其所得，接受而不彰。明确指出，阳气对咱人体生命以及个重要作用。通阳，那么咱中医有分做阴阳，吼、哦。
通阳就是疏通阳气啊。石灵泉治疗阳气亏虚，或者是讲阴寒湿热。痰饮道理加阳气未通，病症也即个大发。譬如讲，老年人普通存在即个脏腑、器官等等者退化，而表现虚也即个现象，老啊气血过衰，所以表现有虚也即个疾病就对了。那么根本原因在阳气衰微啊，吼阳有较湿。咱啊少年人也看，吼阳气风光啊，对不对啦？特别对咧，噗噗清哩，吼吼。啊，那有气啊，你就知影气血较过衰，讲话吼拢较平啦。安怎讲啊？气力较无啊，要气嘛无，伤了性命嘛，你讲对不对？那么名讳不足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，因为虚、甲湿、郁、痰、滞、湿等等者病理三不，到底甲气血阻滞，五种湿邪未通，也就是引起病情缠绵。多变也是个原因之一啦。那么当然啦、啊，有一挂专家、中医专家、临床，对不对？内面运用到这个通用法，对老年人的这个病进行了治疗，收到真好的这个疗效。那么下面咱来讲一挂这个镜头，大家吼、哦、互相参考研究啦，吼、哦。DIY。那么头先咱来讲这个老人，也这个失忆症啦，哦，失智症，大陆讲叫做痴呆症，啊，较早咱嘛讲叫做痴呆症，啊，我都常常伫咧讲，咱台湾拢较，我讲到较侪较文明啦，啊，所以即歹听啦，好啦，搁换一个名咧啦，吼、哦，但是你都换汤无换脸，你也毋是共款，对不对？在后来讲啊，这个无什么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呆就呆，啊呆就是像戆戆啊，戆戆就是呆呆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不是真紧啊，就了解啊，什么的，这失忆啊，失智啊，对不对啦？来，咱来讲这个案例啦，这个姓谢也是大伯啦，哦，68岁。当然，伊是一个退休的这个算讲教书的教书的这个老师了，在5年来，吼，伊也是那呢不三时，都来发作啦。那这个发作吼，意识都未清楚啊，吼，甚至也是那呢，伊的亲人伊嘛唔知啦，连伊是那呢。旁边的因某还是因先生，嘛唔知，那你是啥人，我嘛唔知。啊，那么的孙阿娘，在行路的时阵，这个下肢哦，啊，拢会安尼，敢那人讲的孙阿娘骨头无收敛的啊，行路安尼，曲曲颠啊，落落陷啊，袂稳定啊。或者是讲吼手吼安尼错，甚至哦有诶西医讲诊断讲叫做帕金森啊、巴金症。当然啦、啊，有诶脚手骨麻痹哩，容易感冒。那么伊诶即个大便哦，有当时啊搁大，有当时啊吼啊都安尼平平啊。哦，有当时啊安尼，有当时啊安尼呐，无一定。啊，那小便的量哦，少次数搁多，定定要去放尿啦。哦，哎，伊这字吼，胆、胎、白、脉、沉、烦，
那么这这种的这个症吼，俗语咱中医在讲叫做脾肾拢虚啊，寒凝血脉，所以治疗需要爱温补到这个脾肾，通阳化滞。咱中医有一贴叫做当归四逆汤，会当用这贴做基础，临床上爱来做加减化滞。当然，咱拄仔讲伊个症状，包括咩痰烦、肌胆苔白，参照这种的属于是虚寒的这个症头。哦，脾肾拢虚啊，所以内面有个当归、桂枝、白术、细辛、木通、甘草、五子鱼、乌药、生灵皮。生灵皮就是阴阳合，吼，这两个名无共，其实药草拢共。过来补骨剂，大枣三粒，大枣就是甘枣。那么每天一贴红砖啦，那么大量这种红砖。那么你我甲看看，哎，这里要吸浓缩会使，这有浓缩的通好吸，吼。那么分声我甲咱讲一个啦，当归十二公克，桂枝八公克，白术十公克，细辛三公克，木通六公克，甘草八公克。五子鱼六公克，乌药九公克，生灵皮十五公克，补骨剂十五公克，红枣三粒多咱两公克。那么以上，那么你若是讲往个浓缩来讲，啊，你都加加加的吼，也滚水啊落去配，一天吃三杯。一边是安尼先啦，你若看病情啦吼，一般这若较有虚吼，一边你食三公克就使，三公克就使，要是阿黄拢用三公克。一般的这个中医病拢是四公克。那么一礼拜为一个疗程啊，啊你试看卖，好试看卖。那么根据这位家，会使讲，要哪讲？家伯啊，伊六十八岁啊，退休的这个算讲老师哩，吼、哦。那么一礼拜经过了，因家属伫咧讲讲，哎呦，知识吼较好啊呢，这亲人拢知影呢。甚至的时阵，会晓讲多一个杀人呢。也伊咧讲的时阵呢，咱拄只讲的这个镜头，哎，拢全来消失去个咧。那么消失去了，唔是过这个风头了后，用个金匮神气丸做着了后的这个调理。巩固到这个疗效。那么按照咱宋先期《通天论》伊有伫咧讲，讲什么？伊讲的是咱阳气食，精即阳神啊。哦，那是精就是阳神，柔就是阳君。那么经王炳佑伊伫咧讲啦。阳气者，内化精微，养于这个肾气，所以阳气充足，流畅通行，就是精神非爽。啊，反倒等都无神，或者是讲失神啊。用当归四逆汤，补阳通阳，血脉通利，啊，病情都会当。解毒的，这是头一个案例。来，
第二案呢，就是尖山肥大这个姓头，这是西医的这个病名。咱中医的病名叫做尖山肥大，还是尖山尖大？尖山就是西医的这个名词。吼、哦，啊，其实尖山甲咱第一讲的尖山，同款的这个物件，这大家讲叫做中暑病啦。这哦，真啊较有戏啦。有的较紧哦，四十岁起都有安尼，啊，普通拢五十岁起，哦，安怎讲？啊，放尿都拢袂大白哩，放是一撮啊，有通个渗尿马，吼、哦，一放尿吼，感觉都爱出力啦，啊，放个无讲介多，有当时啊放尿阁会疼呢，暗时啊拢起来四五遍，这就较严重啊，哦。像这种的话，就是尿泡酸增大。那像这种的吼，来，咱来看有一个案例。伊这个案例是姓黄吼，达波的同款，七十岁，平拄啊，迄个搁加两岁，拄啊，迄个才六十八岁，这个七十岁。那么根据伊这个老阿公啊啦，七十岁拢啊做公啊，后对不对啦？伊咧讲啦，伊讲哦，伊犯到这种的吼。西医讲，叫做前列腺吼肥大已经有七年啦。那么最近几年来吼，放尿都定啊拢袂顺利。每遍哦，若是放尿需要的这个时间哦，差不多三十外分钟啊。你敢，你甲想看卖啊？放一个尿要三十外分钟，你甲想？啊，我都放袂出来，放到一滴啊，一滴啊惊。啊，一滴啊惊，在内面都啊有尿，啊要哪讲？才收起来，啊，无法度，嘛着搁嘛直直填咧。啊，填适当来经过五分钟，会有啦，搁走一撮啊出来啦。啊，你甲想，即个放一个尿是有感觉艰苦个艰苦啦。那么，伊即个吼，笑白就是讲膀胱遮即个所在，吼。感觉一张会乱，对啦，定啊张张，安怎都放袂清气，定啊咧留喺即个时阵安尼啊，膀胱喺内面哩，啊当然定啊嘛拢张张袂爽快。啊吼腰啦，脚啦拢会酸软，有当时啊吼，脚手拢会麻痹的。当然啦，身体都无好啊，你无看。行路啦，讲话啦，对不对啦？伊个即个心态啦，拢感觉到安尼，要死哪害哩？安怎？啊，着昨了放几暝，啊，即嘛若倒个，无五分钟、十分钟，伊搁要放尿，即嘛是去到便所个，放了到第二十分外，紧就拖落去转个，倒落去批夹落去活。啊，尿个咧啦，尿个咧紧啊！一个去放，拢无两滴啊！啊，你甲想，规暝躺天无困啊！啊，你想，无困哪有精神？对不对？那么面色啊，灰暗，大便哦，各种敢那阿塞，安怎？稀释，吼。伊个即个肢体是肥大，佮有起伏，即拢是虚个即个表现。肢体薄弱，小块个想，哦，那么咩点滴慢着，滴就是慢，哦，而且佫细，表示讲，即个肺内内面个即个肺不足。那么这属于咱中医里讲的肾阳虚衰，气滞肺郁，所以治疗需要爱温心，爱来扶肺。昏头选用这个用火汤加味的哦。那么食的。
玉桂、魔红、鹿角甲、干姜、黄芪、黄不流行、松甲星、薄骨子、红花、蝶兰、枳实、青的这个芋，每天一贴最重。那么差不多，卖讲三贴了，你若吃一礼拜啊，吼，这个症状就较差了。哦，放尿也较大白，暗时啊，走便所也较少便，人嘛较有怨气，哦。那么本来是三十外分，即马有较差啦，即马差不多算差不多二十分啊。当然啦，搁再加食。三礼拜，那么一切症状哇，做一睏规个清气啊！伫放尿这个时间嘛，缩短啊，差不多五分钟至十分钟啊。搁再食，差不多两个月，伊这个放尿小便基本已经通啊，吼、哦，真顺利啊！其他的症状嘛，拢消失去啊。所以医生甲讲，啊，你这好啊，但是爱搁补强。伊讲先生要要哪补强啊？讲叫伊讲，食补中益气汤，甲咱这个肾气丸。啊，你也算安尼啊？三个月还是半年，你搁等下复诊安尼就 OK 啊啦。那么按照这个病症是老人病，哦，是老人病。那么因为阳气这个衰微呀，命门会不足，所以地主甲膀胱气化无权，放尿都无法度人出，甚至都会滴。那么以阳火汤温阳来散寒。通脉化痰，所以也当振奋到这个太阳之气，阳气得福，木当然膀胱气化，就得到这个效果。当然，伊的这个案例是安尼啦。当然，每一个人的这个体质病情无同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我伫咧讲的，拄啊好有对症。可以把DIY 看看，哦，有好有壞，啊，不然就到這結束，稍等再提供兩個這個案例，再見，拜拜。在空中相会。